政府去年年底推出额外印花税打击炒楼，楼市交投持续淡静。美联物业指今年头两季转售单位数量大幅减少了两成，由以往每季7500宗降至5400多宗。估计去年二手住宅注册和流通量会继续插水，有可能出现纪录新低。如果楼市持续转差，不排除要裁员。咁但係當然，你嗰個咧太 worse 嘅情況，即係好似1997年至到2003年嗰個情況，咁我哋都唔可以嚴 cut 㗎啦，係咪先嚇？咁但係到而家，我自己覺得未睇到呢個情況住咧，喺呢一刻裏邊啊，只能達到呢一刻咧，就冇呢個頭先即係報紙所傳嘅話，我哋會點樣大幅裁員啊呢個情況。黃錦康又話：過去一季已經有幾十間中小型代理行結業，認為政府應該即時取消額外印花税。假如要到出年年中新政府上場，先至推出措施刺激樓市，會太遲。而另一家物业代理中原地产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陈永杰话，上个月二手市场成交是近两三年以来最差的一个月，公司有1500名营业部的员工营业额都不达标，已经向他们发出警告信。我们亦是因应个市道咧，就将嗰个 quota 咧就另外有一个叫做30000蚊乘6个月嗰个叫做合格线。那個合格線如果低過30000蚊，嗰呢批同事係嚴重未達標，會唔會喺30000以下嘅同事會計一計數嘅時候，喺1月份係唔達到我哋要請佢哋離開咧？呢個係未決定嘅。佢話公司會喺1月之後再考慮係咪裁員，但係就強調目前嘅財務狀況正常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盈盈報道。